兴奋啊，到时候换上它吧。妈，你这汤圆快过期了，我拿走了。妈，你这上上都晾干了，再不吃坏了，我拿走了。妈，你看你这油多沾的地方呀、啊，我家的，我拿走了。妈，反正你给我爸爸养过了，糖浆我拿走了，还有这个方便面拿走，油茶拿走，鸡饭水拿走，葱拿走，再把这碗香蕉拿。行了，你俩这是进货呢还是抄家呢？人才啊！盘点全网嫁出去的女儿娘家的贼 ，Top 一。吃饱了，你俩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把这俩菜给我打包一下吧。我家明天还得吃呢。那我明天不是不用做了吗？那我还怪你明天就犯菜啊？那是啥？是这回事儿。那个，我俩不就是省事儿了吗？在你这吃一顿，这不顶两顿吗？天黑了啊，赶紧走，赶紧回家。不着急，放我水果还没吃呢，你就给我洗水果去。走啊。对呀、啊。你给我拿过来，你俩来进货了还扫荡你了、哎、你干啥呀妈，人家从娘家回来一趟，又是米又是面又是油的，我就拿点菜，你至于吗？人家一年才回家一趟，你一周恨不得回家八趟，拿过来。 Top 二，咋买这么贵烟呢？我回家的。你爸给你的还你妈给你的？托我爸。咋的？托我爸。拿黄瓜怎么事儿啊？我这些能吃老长时间的呢。啊，有点甜呀。俩黄瓜俩西红柿。还有这。你这大白萝卜你拿回来你给谁撕一吃啊？这玩意儿咋撕？你呀，你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呀。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去。Top 三。Top 四，啊，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什么？你干嘛？啊、鸡蛋？你包里为什么会有鸡蛋？啊？还有，白酒？你买的？不用买的，我爸的。啊？你爸舍得给你啊？我偷偷拿的。赶快跑了！还有呢？香肠，嗯，泡面，还有两橘子，给你，我要吃面是吧？再配点香蕉。超普，人家的贼又回娘家了。我俩停。哎呦，小卖部又没人哟。先转完快递。快转的。先拿一个水龙头。你在寻觅什么？我看看这蚝油好像也没有了。拿一瓶。不好，哎，怎么还有点不好意思？我的天哪！啊，我拿，哎，哎呀，我也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看看，再拿点辣条走吧。你又不能吃辣条，你拿什么呢？不拿了。那奶茶能喝？奶茶也不能喝，你不能喝奶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能喝。我拿了给你喝。哦，快快快，好媳妇的典范，娘家贼的 Top 六。回来了。嗯，抽这个。妈，咋突然买这么贵烟呢？我哪能买这个烟呢？给我爸偷的。哎呦我的妈，真假呀？上你妈偷这烟去了？整瓶酒。我不好喝点酒吗？给你朋友喝。不是宝子好意我心领了，问题是我从来不喝洋的呀。咋的了？这知道吧，整台毛子。不是，我估计你这以后再回你爸那比较难呢。没事，咱都自己家人。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 Top 七，这要教你一个月省1000块钱，想不想学啊？想学啊。都穿了吗？啊，穿了快打包了啊。吃不了这么多、啊、吃不了，明儿早上起来当早点。哎，不不，茶也拿走吧。能拿吗？好拿啊。好了，行，放下吧。要你一个不拿呀。啊，
我一个劲儿给递眼色，没看着啊。我不好意思啊。那是不是我爸？是啊。是不是也是你爸？是啊。这么点事儿都干不了，那嘿，我真是你爸的小叔。Top 八。拿那么多狗耗一天起Top 十一，又回了一趟娘家。你回来呀？你回家几天怎么胖这么多？华子，你不让我抽烟吗？我爸呢？你爸给我的？我偷的。你哦，我顺的，顺的。你顺这个干嘛？我发现了一瓶好酒，我爸都不舍得喝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当当当！啊！大哥，这是做饭这么溜球吗？啊，算了，不重要，还有这个。这又是啥？肉啊，我这的肉啊，他俩又吃不完，我就给你拿过来了。这都是好肉。还有香肠。哎，真聪明。你这个你也顺啊？我妈惯的，这可香了。不是，你就这么揣着过来的呀？要不然我爸就发现了。卫生纸你也拿？不是9.9，不是能从网上买一堆吗？拿这个吗？你当家你不知道柴米油盐贵？这啥？坏了，我爸我家遥控器也顺来了。Top 十二。Top 十三。妈，哎呦你妈！怎么回事？爸，你刚才为女儿做主啊，你女婿又家暴我，快进去。得嘞。妈，他真的打我了，你看我脸上这么厚的巴掌印。呀，真的这么用力打女婿？不是妈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等着。哎妈，哎哎妈妈，你多大人了，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又手打疼了怎么办？又有这个，又手打疼了怎么办？Top 十六，电视剧找对象别找太极面了，太极面将来以后几乎是天天天来家天天天气，看着策划累累的要没办法休息，这谁能瞧得了啊？这有什么瞧不了的，妈妈？你看我走劲儿，我就那点脚回去。哎呀，我天，快别说了，你看我，你看你，快拿走吧呀！天天来家啃，你就一天在家几刀，门口踩的不长草了都。Top 十七，回来了。干啥呀？我说你买这烟干啥呀？这么贵？我能舍得买吗？咋的？我爸呀，我爸也。你可真行！你这回趟家，你妈给你拿那么多东西回趟家，很挑的。啊？他妈偷的。咋的？偷的。哎呦，哎，拿我去买去。这还有。你拿方便面，哎呦我的妈，快收走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东西快收走，都拿了，够吃一段了，省钱了。Top 十八，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是娘家的贼，就是这个贼。Top 十九，我感觉错了，咱俩回来了，回来了啊。我就说能赶上饭点，洗手去，洗手去，哎，吃饭去。我老爷子来了，来扫荡来了。行，要一刻就行。
丰收的一年。我跟大苹果梨，我不要苹果梨，我要苹果有吗？拉倒呗。拜拜。Top 二十。你穿个睡衣是冒犯了，你肚子鼓囊囊的什么事？啊？你给不给你老板的？还胡萝卜？裤子长？柱子三个柱子你往回捞呀？你可真是不当真不晓得穿的有啥鬼的好人钱了。口罩老板的，同意不扔啊？你现在不是要扔吗？门罗一把水一把，帽子还有。帽子有木塞，蹭你往回捞呀！啊！Top 二十一。好，你干嘛呢？我拉屎啊！整箱搬走。不喝不喝，喝酒吧。啊，不用。等会儿啊。喝汤呀。Top 二十二。